他那唱完可大了，钻进去的，完是6块钱。三块钱就够了，放俩锅。嗯。裹去吧，裹去吧，你这。嗯。就沙子，沙粒。拿筐整点光羊子吧。嗯。谁也猜不着我干啥呀？我得帮我爸吃，说得帮我养嘛。这是说小林方面的。真不敢认呢，那我都不认得你。大天的，这也他这个不用我写字，他坐着你让我。放炮喽！炮呢？炮呢？都说这方面好发大呢。飙车呢你？那不是在动呢？刚包完，还是咸的，真甜。嗯，我那回崩的可不大好，不咋甜。吃完一会儿咱们做鸡腿呢，一会儿吃饱了呢。这么劈开炸的面积还大呢，好看，那入味儿啊。嗯，你妈干啥去了？她就给谁送包发去了。刚包完，谁送的？嗯。腌一下，搁点盐、葱姜、酱油、蚝油、料酒，抓匀乎了。好了，腌10分钟。打2个笨鸡蛋。一袋小酥肉粉，给它蘸一层粉，裹上一层鸡蛋液，再这么蘸一下子，油温6成热下锅炸。炸定型的轻轻动它，小火慢慢炸，多炸一会儿，一会儿稍微慢，第一遍炸成这样就行了。油温升高复炸一次，好了，出锅。真酥啊，嗯，可香了。这鸡腿都赶上科波斯卖那个，我老舅妈那是肯德基。这吃点凉菜没别的哈。嗯，
这是外酥里嫩的。嗯，好。我正在休息，你们大口吃。吃的。多多吃啊。张大，不咸。嗯。真的，就在手里等你。不用了，就喝这一瓶得了。够了。够了。多吃菜。嗯。